一个在外面。自己搭电梯下，他怎么只有你一个人？只有我爸妈，我爸，我妈。你妈走了？去哪里？那家里有没有人？现在没人哦。家里现在没人。你要带我们上去一下吗？你有钥匙吗？你几岁？你几岁？5岁啊，中班啊。啊，你鞋子穿反了，换过来。这样危险呢，遇到大野狼怎么办？有大野狼。大野狼是在晚上才会出现。啊，白天在路边睡觉、啊。资料抄一下。啊？怎么？对啊。有个妹妹在家。妹妹在家，可是绝对不要把小孩子在家。妹妹在家，我才搬回来，不然没有搬回来。那他可能没有看到了。对啊。那下次再注意一点。好，不会。本所同仁执行巡逻勤务时，行经某社区大厦时，发现一位5岁男童独自流浪于道路旁边，便主动向前关心。经询问，该名男童因思念母亲而趁其阿姨熟睡之际独自溜出家门。经询问该社区警卫后，得知母亲工作地点，便将其顺利送至母亲工作地点，交由其母亲照顾。